有無常。今天呢，我們想同意的快樂的來源呢，是來自 LV M&M's 又或者是冷氣又好，這都是暫時我們對快樂的認知。因為這些認知呢，都是一些不同的條件所組成的一些幻象，這些所謂的無常。所以呢，我們因為有無常呢，所以才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，去尋找一個更加精確啲，又或者更加準確啲嘅快樂嘅解釋。咁頭先梁波車都講咗咩叫快樂啦，咁希望大家可以跟住住梁波車剛才嘅開始咧，就係循嗰個途徑去尋找屬於你自己，而又屬於係究竟，甚至乎係長久一個大樂嘅快樂之路。咁我會喺旁邊不斷為你加油，不斷為你打氣。但係好遺憾地咧，我依然覺得有 LV。有一個不是自己名字的 apartment 住，甚至乎拿過最佳 男演員獎是一件很快樂的事。不過我很樂意見到大家先成就去成佛，我在後面跟住你啊。Wong He said it's quite fortunate that we have dream, but we have hope. So we have